取人不限，买一个。因为那是焊的，这个铁皮太薄，焊了也是撑不到，撑不到日喀则。如果坏在路上了，整个轮胎变形走不动就麻烦。傻狗，走。刚刚穿过了仁步乡，然后快到仁步县了，总共11公里，来回就是22公里。所以今天我们又出发不了了。好嘞，进县城了。县城其实是在半山腰上面哦，进来的路大部分全部都是上坡，然后它在这个山坳里面了。这家应该是县城最大的一家五金了，看一下有没有。这一条才是仁步县的主道路，南北向通，两个区。然后老板说他们家这家店铺里面有，这家店放了实心胎的。我找那个实心胎，实心胎，那个斗车的，斗车的，那个仓库全是假的。斗车胎实心最好的是这个有点重，你看一下。这个太重了吧？好重啊！那比这个稍微差一点的有一点。看一下。这个是质量最好的，有点重。这个太重了。再稍微差一点的是这个。我用的就是这个坏掉了一个。这个多少钱一个？对吧？这个70块钱一个。70块钱一个。就拿这个吧，比那个轻得多了，这个。对，我现在用的就是。Thank you.
上我的。我要是我登三四天才能登到那个，就看我。跟两个骑友昨天聊天聊到半夜，果然骑友之间总是共同语言特别多，都是到日喀则，所以到时候再约了一起玩哦。买的菜，那离日喀则还有接近100公里，剩下了20来公里是峡谷道路。出了峡谷道路，路就会好走很多了，因为路会变宽，然后呢，背阴的地方少了，就会路平整一些。因为峡谷大部分路段它都是常年照不到太阳的，然后它的路就会冻土层一样的，就全部冻裂了，坑洼不平的。只要看到路上全部是打的沥青，就知道它的路全部都是起伏不平的，然后沥青本来就会突出，所以我走了还不到200公里就把轮胎给颠烂了。而且越颠对我的车子来说阻力就越大，当然这只是开始啊，跟219的道路相比，这一段已经算是很好了，所以对我的轮胎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啊，希望能挺住啊。刚出发一会儿，爬上爬下的坡太多了，电机过热，电机现在要短暂休息，只能在这边把饭搞搞吧。把剩的肉汤扔点胡萝卜进去炖一下就行了，还在那边乘凉啊。算了，那边本来就很嘈杂，然后我们刚停下来做饭，就有一两辆车跑过去停我们旁边看着。反正电机已经散热了，就抓紧换个地方再吃饭吧。现在电机的机芯可能也有点老化了，出发的时候刚换了一个新的机芯，因为刚出发的时候试车我就把电机给弄烧了嘛。现在骑了一年多了，这个电机又有点肉肉的，之前在平路上一格电就可以带动了，现在在平路上一格电好像带不起来，要两格，有点耗电。最近这一个月修车搞装备增添物资，还有萨宝和我的吃喝住行已经花了几千块了，然后太阳能板如果要增添的话又要花1000把块钱，因为从西藏运过来运费都要200来块。重力车的电池亏电呢，我也联系过商家，希望商家赞助的，然后人家不肯，只肯优惠60块钱，然后就价格需要950块钱，运费居然高达要400块钱，也就是1350，让我觉得我的电池还可以再撑个一年两年的哦。还有萨宝的定位器，因为萨宝现在还没有办法上狗牌，没有办法打芯片，然后我又担心它弄丢了，所以还想买个定位器，也要200-300，加上冬季还要增添的睡袋物资之类的，又是需要开销几千块哦。但是目前视频的收益因为流量被限了嘛，所以说我只能慢慢来，攒一点再更换一点装备。我说过，以目前的视频收益，吃喝拉撒住是没问题，但是一要搞几千块钱的什么装备呀、升级呀，就资金实力不够的啊。所以说以后我和萨宝还是要多多仰仗各位，多给我们视频点赞完播，让我们的视频数据能够好一点，推送量能够上去，这样子我们的装备升级后续就能跟得上去了。先在这儿谢谢各位了，当然我跟萨宝的生活费一直都是留足的，非必要性的开销还是不会开销的，手头不宽裕的时候还是会把升级装备这些往后推一推哦，合理规划使用收益哦。好像骑出峡谷道路啊，开始视野宽阔了，离两边的大山大河越来越远，路也越来越好。推小车车徒步的，哎呀，我跟萨宝在溜达呢，走回去。在前面要爬坡，可能我爬的速度比他还慢。哎呦，你这推的是要去转山吗？你这推着去转山吗？高仁波齐。啊，高仁波齐转山是吧？啊，你，我珠峰。我去珠峰。
我下坡比他快，他上坡比我快，这种路段我跟他的速度差不多。拉过这个大上坡才是真正的要出峡谷道路了，太阳快下山了，然后也没电了，所以说还是尽快用人力把车子搞过去吧，因为现在是太阳一下山就代表天马上黑，所以白天跟夜晚的交替只是一会儿功夫的时间哦。晚上七点之后八点之前就必须要扎好营，现在是七点出头哦。给你们看一下这段路的绝美风光，前面峡谷路段视野跟光线都太差了。好了，天要黑了，电也没了，正好这里的视野还不错，所以就在这边扎营了。齐大王，胡萝卜全给你了。我只剩泡面跟蛋白白菜了，烤的再要煎两个鸡蛋吃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饭已经做好了是吧？饭都做好了。我们是啊，你晚上在这住吗？对，沿路这个沿路往前就往前面走一点点，有那个村委会那边水啥都有，那边刚好有个院子，这边风大哦。没事，我一路住路边习惯了。就是不是那边就往前面一点点，前面那一点点只有两百米左右吧。对，那里是那个村委会，那里水啥都有，比较方便。这里今天来不及了，今天都已经扎营了。都已经扎营了。对，你这一天要走多远吗？这个爬坡不行，爬坡不行。爬坡一天20公里，20公里最多。对。哦，你要明天然后往前面走那个，你走国道是吧？前面那个从我们这里过去到那个前面年木乡，年木乡也有那个驿站。啊啊，那种你可以到那去。这边都有驿站呢。对对对，像那边村委会啊。没有，你没住吗？那个计划商的住了。啊，对。那也有。一般有村那个有你手机应该手机有导航嘛？你这一路上这样过去，从我们这开始还有，从我们这开始还有三个乡嘛。啊。每个乡那个地方它都会有那个，在派出所附近，你稍微问一下，都会有个那个驿站。啊。啊，那样要相对安全一点，这边。车也多，风也大，然后这个没车，因为走到特天黑了，我觉得就对了。对，我们以为你还没弄呢，刚刚下去的时候看到你在这里，几乎都有，到那边要方便一些，水呀、电呀、还有厕所。这样的话，在路边这个不是很安全。好的，谢谢。啊，能。注意安全，有事就打110嘛。嗯。在拍视频。对，拍视频。生活记录。啊。你看这只狗，我的臭脚你也舔。告诉你，你今天就睡床尾，你别跟我玩了，别跟我玩了啊！不得不说，确实像警察叔叔说的，这里晚上风真大。在里面热，一开门就冷。好了，晚安。